准备做晚饭，我今天晚上要做一个酸菜汤，还有肉末茄子，这个就是那天包包子剩下的肉馅儿，再不吃估计就要坏了。他们爷俩说想吃酸菜汤了，然后我又和了一块面，正好那个包那个奶黄包的时候剩的红小豆馅儿，我再做一个红小豆的这个小饼吃，先烙饼吧，然后后做菜。烙这个饼全程不用擦面粉啊，怕粘的话就手上抹点油，把这个面给它搓成长条，分成整份的小剂子。和面的时候一半凉水和，一半开水烫面，然后面凉了放点植物油，揉成偏软一点的面团，哪个上面都撕点油，也不用保鲜膜了，搁着面盆一扣，十分钟之后就能擀。先把这个肉馅下锅炒炒，这肉末好不好，比茄子都多，腌好的茄条多炒一会儿啊，把那个茄子里边的水分往出给炒炒，炒的差不多了，来点老抽，然后再来点酱就行了，不放盐了，加水，中大火炖，收干汤汁就行了。锅里来点油做酸菜汤，油热了放五花肉，五花肉炒变色了放点葱花，来点生抽，花椒粉，洗好的酸菜，酸菜进锅之后了扒拉两下就行，加热水，放土豆条，他俩指明要吃那个带土豆条的，再来点盐，15分钟之后就能开饭了，差不多了，10分钟就行。看小面多软，这就开包吧，黏黏糊糊的甜丝的小馅儿。我这里边我还想放点炼乳啥的，后来一想算了，这就已经够稀腾了。这也不用揉剂子就开始包，最近也不知道咋的了，可能和和面了，没啥事就想捅点面，就想吃各种饼，天天吃大米饭觉得没意思，面条也吃够了，全都包完了，就这种推拉推拉这种擀，得擀漏了啊。哎，妥，锅里边喷点油，少喷点就行啊，一锅能放4个，盖上看看啥样，还行啊，明天不行出个摊吧，就烙各种饼，这饼比较薄好熟，一会儿我先偷摸尝一个，外皮有点脆，然后豆沙很软很甜，好吃。差不多了，今天这菜呀，老抽搁多了，我咋这么烦这个色呢？黑溜秋的，往里边搁点蒜末、辣椒末、香菜末，还有葱花末，一大堆绿色的末，综合一下它这黑不拉几的色。酸菜汤也好了。儿子，你爸问你呢，晚上在哪睡？嗯，你爸。你想不想吃瓜了？一会儿领你再去摘点瓜。谁有剪刀布？哪边赢了，我搁哪边睡。哎呀妈！那你自己跟自己出。赢了。哪边赢了？输了。啊？我这边赢了，还是你奶奶边赢了？咱们这边赢。这边赢了？嗯、那你在这睡呗，意思是？嗯、行。啊，多陪陪我妈有空。对。那咋多好。你妈家孩子。嗯，这样吧。你今天晚上想干啥？吃完饭，完妈陪你，行不？嗯，我想去打羽毛球。你打羽毛球啊？嗯，我去拿勺子啊，这样吃不累。妈，你拿去，你坐吗？没事，我拿吧。妈，你拿，你坐吗？你天天做饭肯定很辛苦，自己事情自己做。多省两个号。多省两个能养得起？真的，你能养得起吗？养不起，瞅着也得认认。就小，我从小到大就爱吃菜，一看就东北的。你是东北的，东北哪的？不是，我是东北的，东北哪的？东北吉林的，吉林舒兰的。我这给大家留一个问题，非常简单的问题。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？你这是每日一问呢。没得。世界上跑最快的动物。嗯。我知道。你别说。嗯，我不说。我要遵守游戏规则。我猜一个行吗？不行。还是老话，在评论区留言。在评论区留言。